参与超酷人气榜助力，赢签名照和独家福利视频，快来为你的练习生获取直播官方置顶的机会吧！登录优酷国际版客户端，进入助力通道活动页，或进入亚洲超星团播放页，点击正片屏幕下方助力通道，即可为练习生加油助力。截图助力明细，并带话题发帖，超多福利等你获取。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全哲，很高兴能够成为优酷人气榜 Top 前五的练习生。分别用 0.5 倍速、1.5 倍速、2倍速挑战 Shining 中的某一段，挑战失败的话需要对着镜头撒娇哦。你自己觉得挑战成功吗？爆成功，爆成功，怎么会这么成功？好。OK， 2倍速、2倍速，挑战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奥利，很高兴能够成为优酷人气榜的前五练习生。分别用 0.5 倍速、1.5 倍速、2倍速挑战 Shining 中的某一段，挑战失败的话需要对着镜头撒娇哦。接着挑战一下0.5倍速。再来一个2倍速的。2倍速，对。
行。你也可以选择挑战失败接受惩罚。不，我挑战一定成功。Hello everyone, I am Jimmy Nai Huang Hui Song. It's my honor to be one of the top 5 Chinese in the Wiki Voice Jazz. 分别用 0.5 倍速、1.5 倍速、2倍速挑战 Shining 中的某一段。挑战失败的话，需要对着镜头撒娇哦。0.5 倍数，来了来了。要尝试一下。More fast. Okay.还要尝试二倍速吗 ？OK， 来了来了来了。你觉得这几个倍速挑战难度怎么样 ？Slow and fast and more fast is okay, but double fast, no, so difficult. Wow, so tired. 给粉丝福利，对着摄像机做五个可爱的动作。五个。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天甲，很高兴能够成为优酷人气排行榜 TOP 前五的练习生。分别用 0.5 倍速、1.5 倍速、2倍速挑战 Shining 中的某一段。挑战失败的话，需要对着镜头撒娇哦。接下来先 0.5 倍速的吧。
那直接来个二倍速的。1.5先进阶一下。再来一次吗？再来一次，我觉得可以。那再挑战一下，失败就接受惩罚。有没有记错动作？没有记错动作，但是二倍速呢，就是太快了，导致有些点它是重叠的。那你觉得挑战成功吗？其实0.5比1.5就还好，但是二倍速它的点都重合在一块的话，就是原有的该有的动作会慢一些。那要不就接受一个惩罚吧？对着镜头撒娇卖萌。恭喜大家好，我是金东斌，很高兴能够成为优酷人气榜 TOP 前五的练习生，分别用0.5倍速、1.5倍速、2倍速挑战 Shining 中的某一段，挑战失败的话需要对着镜头撒娇哦。稍微快一点的1.5倍速。好的。还有更厉害的二倍速。对的，准备好了吗？挑战失败，需要对着镜头撒娇哦。可爱的，几个？五个。中三个，哦，哎呦，四个，还有，谢谢。Wake me up.